觉得我现在脸真的卸得非常的干净，非常干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维尼。Hello， 今天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跟大家说 Hello， 看到后面镜子里的我吗？ 我现在呢，真的是刚刚回到酒店的房间内。哎，你们看到你们自己吗？一个人呢，现在正在外面出差。我好像从来都没有跟大家做过一个这种 night routine， 就是可能像是这种说话类型的。现在我正在哪里呢 ？Texas， 我正在一个人在出差，过来参加一个 conference。刚刚结束了所有的 social 活动，然后吃完饭了，现在自己回到酒店里面。想说为何不趁这样一次花好月圆？哦，不是花好月圆，今天呢就跟大家来 update 一下，看我最近都在用什么。这次呢，我正好把我所有的就是最近在用的一些护肤品都带来了啊，哈哈哈！啊，对，来说一下这个视频，我说话非常的慢，因为这是一个 real time get on ready with me， 就是完全是真实的。建议大家在晚上睡觉之前跟我一起卸妆，一起边聊一边卸妆，好吗？嗯，好的。那如果你现在也是到了晚上也打算卸妆、洗脚、洗脚、卸妆、洗澡、睡觉了的话呢，你们也可以跟我一起 get on ready。Pew。Hello， 换上睡衣了。这是去年的时候去参加Lancome的活动的时候，他发的一个这种丝质的睡袍，上面还有我的名字呢。在外面还是要穿上自己的睡衣，感觉最虚舒。每次回家，我第一件事情做的应该都是摘隐形眼镜。我没有办法忍受有些戴隐形眼镜的时候，在眼睛里面多待一刻，我都没有办法忍受。但因为今天要拍视频，如果把隐形眼镜摘了，我就真的看不清到底在干嘛了。把隐形眼镜摘掉了。哇，真的是太困了！我发现，凡是大家在短途旅行或者出差的时候，自己拍化妆棉真的太有必要了。我以前就是经常忘记，所以每次我都用酒店的纸巾来代替的。还好这次没有忘，很开心。这次我用来装护肤品的包包呢，是这样子的一个白色的一个这样布包，以色列的卖身体护理的店里面买的。是我第一次启用这个包。先拿2片化妆棉卸掉眼妆和眉部，这个是 Lancome 的，叫做 Double Action Eye Makeup Remover， 但是我经常用它来眼睛。嘴巴一起卸，因为它非常的温和。觉得在我用过所有大牌的卸妆里面，Lancome的是我用过的，我觉得最好用的，然后性价比也算是在大牌里面比较高的。等一等，向下，把眼妆这样擦掉，向下，包括眼睛下面这些遮瑕膏啊，眼睛卸掉了。好，把我的眼睫毛这样子稍微做一个这种鄙视的表情，这样。就这种表情看着很丑，把它从眼睫毛的下方这样扶上去，这样往上擦，那些睫毛打底从最根部的地方整个都擦起来，然后就再敷在眉毛上面，还是用同样的一边。超级舒服，我觉得。所以说这一瓶我觉得非常好用，它自己还带一种淡淡的那种花香味，但是又不是很浓的花香，就是一种淡淡的花香味。现在一下脸就变得很干净了啊！第2步呢，我会用这一瓶东东高丝的卸妆油啊，这一瓶我用了都小半年了，还蛮久的，用了4、5月了，我觉得还蛮经用的。这个卸妆油呢是有一个金色的，有一个粉色的，粉色那个叫 Speedy， 金色这个叫 Treatment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金色这个是比较调理型的，加温和，然后感觉是更加稠厚一点。粉色那一瓶 Speedy 我还没有拿开来用，但是很多小伙伴都跟我说那个更好用，我想把这个用完了再去用那瓶粉色的，其实2个pump。开的时间，然后在我的眼睛周围做打圈的动作，然后在打圈的时候，我还会稍微这样子抬一下眉毛。当然，我不知道我现在有没有在镜头里啊，希望你们能看清我。然后呢，我就会在鼻翼这样打圈一下。就是觉得卸妆是比化妆、卸妆真的是很舒服、很舒服的一个步骤。不知道你们平常卸妆，你们脑子里都在想什么？有可能在回忆人生。因为本身它是卸妆油嘛，所以你要确保就是它跟你脸上的每一寸皮肤都要按摩到，轻轻的按摩，给自己一个 massage。我们先用粘纸把手洗干净。大家最近都过得怎么样啊？我最近呢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分享过，就是我现在过来出差嘛，2、3天之后我就会回去了。这个月底有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，就是我妈妈会过来，大概她会在这里住1、2周的时间，然后又可以变成有妈的孩子了。所以我对此是非常非常的期待。湿湿的，先拿个毛巾先擦干一下。我觉得这个效果我自己还蛮喜欢的，不然我也不会一直用到这么多。很彻底的按摩了之后，洗完之后你的脸上就会柔柔软软的。所以洗脸呢，我要用的是 Farmacy 的叫做 Clean B Gentle Facial Cleanser， 这我已经开了半年多了。晚上的时候用，我就会这样挤2个pump。在按摩的时候，你会闻到非常非常的香，就是一种啊，它会，你看它会起这种白色这种乳霜状，我闻到这个香味，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舒服。蜂蜜的味道的话，就是那种甜甜的、香香的味道。它把脸洗的也很干净，而且我觉得这个洁面是更加适合用对于干性皮肤用的，因为洗完之后你的脸不会紧绷。现在脸真的卸得非常的干净。非常干净。其实最近我的皮肤变得没有那么好了，就感觉没有我原来的时候更好了。因为今年我满25岁了嘛，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我生日一过，然后那一周我就觉得好像我的皮肤变苍老了，好像老掉了。我觉得保养还是不能够偷懒吧，不能松懈，就一直都要每天不要懒，要卸妆就要彻底的卸妆。脸嘛，就这么一张，到25岁就这么1年。对，所以我现在已经洗完脸了，在日本的药妆店里面都可以买得到适合敏感牙齿的，非常细密，我觉得真的很好刷。这支刷子的型号是62号。有多少人刷牙是不用牙杯的？就是只用牙刷，不用牙杯，就是牙刷平常就放在台子上那种。有多少人是不用杯子的？举个手看看。OK， 牙齿也刷好了，脸洗好了，干净宝宝，做一个干净宝宝。现在脸上是无添加，真正的100%无添加。牙套清洁一下，然后再把牙套戴上。哎呀，这个就是我的牙套。很多人想让我更新一下整牙的进度和整牙的感觉。我本身是大门牙，2颗牙中间有一点点龅牙，就有一点点，你看是有点美，所以我本身牙呢就有点小小的那种龅牙的感觉。以前小时候真的不是的，就是越长大感觉牙就越不齐。半年前我就下定决心要去戴这个隐适美，我就戴这个隐适美牙套。你们可不要小瞧这种透明的小牙套哦，它对牙齿的改变真的是巨大的。你们要是有空的话，可以去点一下我原来就2、3年以前很早拍的视频，可以在我笑的时候啊，给个暂停看一下。就我的牙齿呢，尤其是前面这2颗牙。变化还蛮大的，因为原来前面2颗牙是有点对冲在一起的。啊，是哈，胖和家里。OK， 就是这样。所以我现在先去洗个澡，所以我们一会儿回来再见。今天要舒舒服服一下，所以要用这个泡澡剂泡澡。Hello， 我已经洗完澡了，我刚刚洗了个头，然后平常我没有吹干头发的习惯，因为我头发其实特别薄，很容易干，我头发都是自然风干的。刚刚我在洗澡的时候，因为下巴实在太疼了，所以就使劲抠了一下，把我下巴都抠破了。现在就有点破了，希望明天它不要恶化。在上护肤品之前，喜欢先敷一下瑞妍的凝胶，它叫做 Skin Activate， 就是说把你的皮肤看就是这样子，真的是胶状的。一般呢，我就会挤大概这么多，抹在左右两边脸，均匀的抹。慢慢的就按摩它一下，然后因为这个凝胶本身里面有那种镇定和杀菌的作用，所以我觉得好像就哪怕是按在有点破那个痘痘上面，应该都没有关系的。然后 Cosme 这个牌子印象特别好，主打那种生物细胞技术的，然后到脸上之后会让你的脸感觉很清爽，有一种清凉感，就是觉得妆化的比较厚。都会在洗完脸之后先用凝胶，然后给皮肤做一个揉，是2次再清洁的作用，让你的脸非常非常清爽。所以现在呢，我就要用水把它洗掉了。我个人很喜欢这种有一点点像中草药的味道。真的还挺累的。我们今天干嘛了？今天是 event，就是 conference 的 check in， 所以就有很多全全世界各地的各种 influencer， 就从各个城市飞来这里，然后晚上还吃了一顿挺好吃的一个日料。但是我们那个日料挺搞笑，它是那种 fusion 的，就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寿司的，它是西餐的感觉，这撒一道这个，然后就撒一点什么小沫沫，就是看起来还挺高级的。这顿饭一共好像10几个 course， 2个多小时才吃完，真的吃了蛮久的。本来我觉得东西都特别少，吃不饱，没有吃过那种好像就是一个 course 一个 course， 10几道菜是我们真的全部吃饱了。大家就一边聊天，然后一边就把晚餐给吃了。然后因为我住的这个酒店呢，跟很多influencer住的酒店还不一样，这个活动的办理的那个工作人员还要把我送回这个酒店，就特别。我跟你说，用完瑞妍的凝胶，你洗完脸之后，你的脸超级无敌滑。超级软，剥出来的鸡蛋一样。开始上保养的步骤，我呢会先用一个水，雅诗兰黛的 Micro Essence， 就叫做雅诗兰黛精华水吧。我用的就剩最后这么一点点了，暂时没有看出它让我的皮肤有多么大的这个稳定的作用，因为我最近就是在用，但是我皮肤还有在爆痘。然后它会比神仙水，它有一种口水味，很淡很淡，但是没有神仙水的口水味那么重。这个水上到脸上之后，你会觉得你的皮肤特别的柔软，非常的补水，就它有很强的补水感，这个角质都充满了水分，然后因为这个水比较粘稠嘛，所以我一般用的方式就是这样子捂热了，直接抹在脸上，就拍到脸上。护肤的第一步就是我会先上一个这个精华前导水。最近用的眼霜给你们看，就是我之前在那个年度爱用品也跟你们说过了，然后这个眼霜我已经就剩最后一点，你看我都要出差就想把它全部都刮干净，掏个底。这个小黑瓶的眼霜，它质地其实很润，然后但是又不是很厚重的那种。虽然说很多人都说它是抗老系列，可是我觉得这个眼霜也很适合，就是25岁左右，或者是甚至是25岁以下的女生。我觉得它的质地非常的滋润，但是又不是那种很厚重的，是那种非常舒缓、很舒适、很润滑那种感觉。上面这样子带一下，下面再往上提拉一下，好了 ，OK。然后最近我很喜欢的精华呢，这个 Dr. Klairs 的这个美白精华。这美白精华上次跟大家 review 之后，先用了大概这么多了，然后或者是我会用这个Drunk Elephant 的面油，就 Texas 这边的，就是感觉湿度比多伦多要湿很多，我暂时不太需要面油，所以我今天就只用这个 Dr. Klairs 这个美白精华啊，点几滴这样子有点油类的东西，掌心这样轻轻的捂热一下，就这样轻拍上脸，我用手掌这样子轻轻的。它捂到脸上，让它吸收。它里面是纯维他命 C， 适合晚上用，做一个那种夜间修护，让你的皮肤更加通透一些。Drunk Elephant 这个面油的质感，我觉得算是我试过所有的贵价的面油里面，质感是最奢华、最好的。就它在你脸上抹开之后，你觉得它不像一种油，它像是一种很滋润的液体面霜的感觉。所以说，一般我有可能会用这个 Drunk Elephant 的面油，可能会用这个 Dr. Klairs 的这个美白精华。最后一个呢，我就会上面霜 ，Erno Laszlo 的豆腐霜，没错。之前很久以前我试过，我蛮喜欢的，但是我一直都搁置了，就一直在试其他的产品。结果最近这几个月，我又把豆腐霜拿出来用，我觉得豆腐霜好好用。这一罐是他们家之前的一个这个珍藏版，是非常大罐的。大家正常的就是像大家见过那种黑白壳子的那种，那恰好我这一罐是那个珍藏版的，所以最近这几个月我都在用这个珍藏版。豆腐霜我很喜欢一点，就是它的膏体看起来很稠厚，你们看它的膏体看起来非常稠厚，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一点，就是它在你脸上，在你按摩的时候，在你的皮肤上面乳化，变成一种非常轻薄薄透的质地。它不像有一些面霜，你看着好像很厚，你在脸上要推很久，它也推不开，也不在你的皮肤，跟着你的体温，你就是脸部的按摩，然后这个豆腐霜会化成一种特别好吸收，很轻薄，在你的脸上形成一种那种保护膜，不是那种粘稠厚重感，而是非常舒适的那种滋润感的那种保护膜。我觉得豆腐霜也很适合就是混油皮来用，因为它在脸上的感觉就让你觉得是润而不腻，所以特别适合那种平常脸上会出油，但是有时候又觉得脸特别的干燥，就 T 区出油，脸颊干燥那种混合肌肤。豆腐霜算是我用过的。基本上不太挑肤质，不管你是干皮、混合皮、油皮的，因为它不是很厚重，那种非常舒适的那种润感，就是润而不腻的那种润感。然后最后呢，再洗一把手，把刚刚就手上抹了护肤品的手洗干净啊。OK， 好啦，谢谢大家看完了我今天的晚间的护肤 skincare routine， 现在就要到床上去，然后等我头发慢慢的干的差不多了，我就睡觉了。然后我觉得现在脸上非常的滋润，非常舒服，所以现在可以去睡觉了。这次视频里面讲到所有的产品的信息，我都会放在视频下面的信息栏，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的话呢，可以点开来看。感觉很晚了，我看这个视频都12点多、1点多钟了，明天早上7点钟我又要起床。谢谢你们看完了我今天晚上的这个晚间流程，虽然说拍的不是那么的精致吧，也是真实的反映了我最近每天的 get ready 的过程。我就跟你们说个晚安，好了，那就跟大家说晚安啦，愿大家都做个好梦，晚上再见啦，拜拜，晚安。